今日我在條街上要去等住等的士的到底等警務，所以我就想住邊行邊行，突然之間一把刀伸過我頸部，只要你敢講一個兇手是男是女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根本都記不清楚。那你夜媽媽有沒有一個女人在那裡出現呢？我去完街，為什麼沒人送你回家的？我去完夜街也有人送啦，何況你？我你有什麼不怕說嗎？這人是因為我衰人，他騙我，我跟我結婚，但是原來只是真假的，他不但只有我一個，他還為我一隻還可以跟另一個女人去親，他經常用自己老婆用病來做藉口，我沒有事要跟他離婚，要跟我結婚，根本他就趁你老婆有病用出面死出為了挽命而已嘛，我不想他死的。你真的不想他死，他瞒着你找第二个女人呃你喎。你哋话一我杀死阿明，唔系我杀死佢噶，我自己真系连命都冇，我点会杀死佢？你留喺度睇住佢。可能凶手真的不想杀青，如果要杀佢啊，大家时间落手啦。梁啊，阿青嘅伤有冇可疑？不知道是好彩定是什么呢，他伤口又深又浅，可以用干净地落嚟完我，而对阿青来讲也不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照我看呢，个凶手一定很熟悉用刀的，又或者职业同刀有密切关系。啊，很可能他是一个医生来的，而在一百年前阿青也是一位医生。我先打电话，先麻烦你只是帮我用。喂 Lisa， 麻烦我是程俊啊，我想问你，你嗰个电脑件事好有冇摘低？你使唔使成日去睇开个医生系咩名啊？凤仪嘅姐夫，唔该晒。系咪有咩线索啊？自称 Andy 嗰个人验尸报出嚟，份验尸报告话 Andy 已经有咗良好嘅身体，喺佢死之前嘅半年，曾经喺红山间诊所度接受治疗。我而家终于发现佢哋共通点啦。乜四个女人啊 ？Elizabeth 咧，我暂时未清楚。好快就會知道佢同另外三個女人嘅共通點嘅。咁即係咩啫？阿英咧就何生嘅太太。原來 Isabella 每一次睇病或者接受健康檢查咧，亦都係去何生嗰度。至於 Annie 咧，頭先何生嗰份驗屍報告亦都話俾我知，佢亦都係何生嘅病人。咁我即刻公佈咗人啦。傻到咩你？阿俊嘅説話唔中意構成證據控告人噶，係一搞大件事，俾人告翻轉頭唔快。唔都因為私聊爆愛啊？梗係唔係啦？不知道都太冷，我有咩事啊？有冇饮啲咩啊？随便坐，唔使客气。今次我哋嚟揾何医生，主要系想你协助我哋调查关于吴美美件命案。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个人？我记得。咁你知唔知佢喺死之前埋咗人？哦。咁我系做医生嘅，病人有冇心机，我唔知道。咁即系话你一早就知啦。系啊。系咧，我想问一下吴美美系几时死啊？在上個禮拜五夜晚八點至十一點之間。死者死嗰晚，我啱啱喺手術室同佢手術。咁講，即係唔喺現場啦。如果你唔信嘅話，可以問下護士同埋麻醉師噶，佢哋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啊。你係老細，佢哋係熟客，佢哋睇下幫住你啊。嗱，你冇亂噏嘢啊！我唔知道你上嚟有咩動機，但係你哋兩個想冒認我嘅話，我隨時可以發律師信告你哋啦。如果你要告我的話，你打去慳翻律師費，因為我兩個查到先同你講噶。何醫生，聽講你同啲病人一向都好好，醫者父母心，同啲病人 friend， 咁都要拉？好到要同啲女病人上咗嚟睇病。你講咩啊？周察，我入過去。
喺你未打到電話我律師之前，我想你聽我講句説話。你唔止一次，仲未喺酒店出現喎。你，你有咩證據啊？就係你張證卡。你唔俾我喺朋友嚟同佢打數咩？朋友？咩朋友啊？喺邊度嚟㗎？呢個問題唔需要答。況且你講啲説話都唔代表咩啊？當然唔係我哋講，我哋係有證人。好多證人可以證明的，如果你有證據的話即刻拉我，有沒有請你來香港的飛機。人追上嚟係咪有頭腦咯？諗嘢諗唔到，想寫連支筆都冇墨水。有冇諗過你仲爭啲乜嘢啊？裝支筆咯。喂，支筆唔係點用㗎？哎呀，支筆唔係點用㗎？請落手算好難得㗎，係我用嚟畫圖做實驗用嘅。而家就好似玩緊個猜謎遊戲咁，就係爭少少，爭少少啫。我唔覺得你爭少少喎。係爭少少嘅咧，好快就可以揭開謎底啦，信我。信我就信你啊！只不過唔係次次都咁好彩噶嘛，唔使讀書你出嚟都會合格。嗱，你話係咪黑啊？想寫啲嘢真係連墨水都冇啊！喂，都話唔好搞墨水喎，得唔到色噶。誒，係啦，你頭先話咩咩考試合唔合格啊？咩？我唔係話，如果你再唔去讀書咧，一陣真係實唔合格啊！測驗，喂，聽日測驗。去拿吧，去拿吧先。Lisa， 你提醒啱啊！你知唔知總監點講啊？佢話無論咩理由都唔想聽，咩情況之下都唔想知啊！總言之咧，伊莎貝拉一定會喺直播節目度出現。呢件事一日未搞清楚之前，伊莎貝拉係點都會出嚟嘅。我以為佢安全著想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佢哋會告我噶，馬手連你都告埋。要告啊，隨便佢哋啦。我都唔知點解你要咁秘密。佢出現一下，大家都滿意噶啦。咁你都唔肯？阿川啊，你知唔知伊莎貝拉而家嘅情況好唔穩定啊？唔通你仲想佢喺直播節目中出事，你先至安樂？如果真有精神病、黐線嘅話，咪出句聲咯。點都算下一場相識啦。錢我又唔係話揾唔到，名醫我都識唔少啦。你開句聲，我咪即刻幫下你咯。你知我最中意幫助啲幕後英雄噶啦，尤其係呢啲咁醒嘅經理人。我啲隱身睇住你死啊！唔該，姐姐，呢度嘅空氣突然間好污糟，我頂唔順啊！你間公司啊真係怪啊！早前有個私家無緣無故咁失蹤，而家輪到伊莎貝拉，得閒咧就做多啲善事，拜多啲神，積多啲陰德啊！私家嗰件事，你應該最心知肚明噶，黎文先生。你講咩啊？唔通你話我同佢失蹤有關啊？你黐線噶！白駝 ，Lisa， 做咩咁嬲嘅？佢家人咧喺邊啊？唔好理佢啦。係咧，你上嚟揾我有事啊？冇，想問你攞私家嘅地址，因為我仲有糧準備去探下佢。記唔記得啊？上次咪同你講，我好中意聽佢唱歌嘅。哦，咁啊，橫掂我而家仲有啲時間，不如而家我哋去 supermarket 買啲嘢去探佢啊。點啊？做緊啊？唔係，有時啊都唔知道我哋啲經理人係為緊啲女仔定係幫佢哋。如果唔係啊，就唔使俾黎文啲衰人呃啦。其實啲家真係好慘噶，十六七歲啊就俾人捧咗做歌星啊。嗰陣時啊，佢連瞓覺嘅時間都冇啊。點知行錯一步啊，全世界人就咁踩佢喎。如果唔係刻意想做歌星都還好啊，起碼仲可以做翻個普通嘅學生。但如果僥倖成為天王偶像咧，好彩仲可以揾翻幾年錢啊！唔好彩啊，咪就好似佢而家咁咯。總之啊，好難得有你哋咁好心嘅人啊，唔似有啲衰人啊，淨係對個私生活有興趣嘅啫。
真係唔好意思啊，好彩你及時趕到啊。係咧，都唔知你叫咩名，仲令你受傷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你就真係要多謝佢哋兩個啊。如果唔係頭先佢哋話要嚟探你啊，我今日都唔會嚟噶。咁頭先你就俾嗰個兇手有機可乘噶啦。係，你不要哭哈。嗱，你睇呢位哥哥啊，佢頭先為咗救你媽咪啊，自己都受咗傷啊。佢好似黎文啊，係咩？誒，俾我睇下。阿樂樂，阿樂，誒，真係好似喎。你放心，嗰個就一定走唔甩。我而家即刻通知華叔，你翻嚟先。